经常讲，我们那太极这俩腿要挂到腰上，最忌的三种步叫汤和跳井撒夯，你记着这几句话。你现在练太极的不是他，不是汤和的，就是撒夯的，要挂到腰上。那么还有这个全论讲了，要迈步如猫行，如履薄冰。这猫行是前腿后腿呀、啊？这应该是后腿，前腿应该是、应该后腿。那后腿你看他人那步是怎么迈的？应该后腿，但是腰啊，那都是腰扭是扭是带。这都得观察。所以为什么咱们强调定步？这是王家，就是南无北王嘛，南边也要求这个，北边也要求这个，定步才能练出身法。你则一活步就练不出身法来了，就是用嗓推，一定要定步，才能练出身法来。有了身法，你再说手法。所以全论呢，七根在脚，法于腿，主宰于腰，行于手指，是做的某一个。你除了三者俱备，你再说行于手指，你现在没弄就俩就撕上了，没有身法，想要都忘了，先得换劲儿，我认为换劲儿这是最基础的，这打轮的时候这胳膊千万别下轮，拿腰，你看，一动它就是腰。胳膊放松，你们这个配合着这个操手呢，一定一个位，一个推，里头找里头这个劲儿。推的时候不是光推，听出对问出对方劲儿来推，接着对方劲儿了，再动。别瞎撞，很简单，不容易的，一定要放松。你看我这个云手，你揪我这胳膊，不管你多快，揪，嘿，你看他瞎使劲了，刷就软了。你再推开没有？你看，没有，这是什么？我要不给你，你要抓我，你们起来了，这就叫身法。您说这个虚跟实，您现在正刚才这扔出去都是虚的，这都是虚的。您只要一用，它就是实。也一用它就是。对，这个虚实是这么理解。你不用永远阴阳相济。现在给改成叫刚柔相济，这个讲不通。这阴阳是指的是阴阳而气，这个你看，
你多一点劲儿就起来，我。他从这儿反过来了，你那松不了，绝不使劲。对，终究到了这里。哎，反过来了。到那个点。对。这个中间是打你吗？哎呦，这个要比那个小可年长，这个也要适当的练练，也是身法。嗯嗯，啊，不是俩人较劲，较劲的折了也没用。哎，对对对，要轻。哎呀，哎呀，要轻。哎，你多快打不着了。他要不让你打，你不让你起来，会会啊！你看，你看，你看这个人啊，总是脚底硬，你使劲就弄了，对，你弄不着，对，总是脚底硬了，嗯。